bomb blew up the Kremlin. 不可能的任务四、福尔摩斯等长片在艺文中心演艺厅新春上映。不过看了院线片之外，如果你也想知道台东的好吃好玩，或者是赏心悦目的舞蹈表演，其实在家也可以欣赏得到哦。由东台有线电视公司新闻部新乐传播自制的新春过年特别节目，将从除夕到初七不打烊轮番上阵，让你一次看个够。不论是好笑的谁敢来拜年，看胖胖跟嘉维逗趣的演出，逗的业者是哄堂大笑。再来还可以欣赏武东东海岸新春来报喜的节目，这些优秀在地团队的精湛演出。如果你想要知道大年初三初四要去哪里玩，更不能错过花东花海行的节目，有吃有玩，铁定让你掌握台东最好玩的休憩景点。螃蟹就是用左边这样子横走的。哎，我发现他们很厉害啊！对，而且大哥都找那个大哥，那大哥比较怎么样？大哥都买多山，买多山。哎，哎，拿到小小红酒了。哎，你们有你看。好，现在只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呐。倒数。哦，十七，十七，九，八，七，六，五，一。哎呀，这么快，时间到了。好。要准备好了，来，麦克风交给我们主播。假的，你刚刚讲话了，大姐，你发型真的很好看，你居然还烫着，怎么跟我那么像？哇，好险他们不在，是真的难得你来耶，真是两个酒鬼，活该喝不到这么好的茶。对啊，我先喝好的茶，我跟好朋友分享，你是我的妈几个。来了，你开门，你要开门的。好，不要给他，不要给他，通通我的，通通我的，通通我的啊。哎，奇怪，哎呀，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哎，怎么那么痒？奇怪。哎，怎么会有人？茶真的很好喝。哎，啊，你们两个怎么坐这里啊？哎，不要吵我，老板，对不起。如果看累了，看看各乡镇的拜年广告，还能够轻松一下。所以今年的新春，想要知道最新的台东讯息，就请您遥控器别跑台，请锁定20台，让您全家笑开怀。东台新闻部的综合报道。